后来我就真的就离开补习班了，我去找什么是我想要的。可是我发觉到我喜欢教学，我喜欢大家开心。那有没有一份工作又可以一直讲，又可以一直演，然后呢又可以有收入的？哎，渐渐的我想说，哎，我去做演讲，那我就到各学校去教课。我们不是这个考进教职的，所以呢，通常都是到学校呢就教社团啊，或者是被指派去教一些学校老师都不想理的啊，书生派件。那那些高关怀的学生呢，我们去的之前，那个主任呢就跟我们讲，因为前面已经换了几个老师了，大家都放弃了啊。魏老师，你还愿意来？谢谢。我说不要这么说，不要这么说，因为也没 case 嘛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愿意给我机会，我这个热血教师 GTO 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要试试看啊，试试看。然后呢，他说：“那魏老师，你都用什么带法？”啊，我都会用一些方法，就是呢，就是我就我们自己取绰号，自己呢决定自己的人生。而且这学期我们就叫你这个绰号。那我的规则就是啊，你只要取个绰号，你会快乐就好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可以叫自己王董啊，叫自己老大，对不对？叫你自己的灌篮高手啊，都可以哈，啊。还是黑蛇跳山，随便啊。总之你取了啊，我们就叫，就这样子。我要让他自己有自己的选择权，自己决定自己要什么。很多绰号都是别人帮自己取的。对啊，自己都不喜欢，哇，他们自己帮自己决定，自己人生自己决定，看讲得振奋激昂的。那我们这学期大家都叫你这个绰号，而且我还说啊，只要不复杂就好，就这样子。他说：“魏老师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感觉到你的热情。那我只劝你，好，拜托你，不要跟学生互动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你要不要看看上一个互动完的一个结果，造成莫大的心理创伤？那我说，那 我怎么带这个班呢？你自求多福，保护好自己就可以了。我只有一事要问，什么问？”你有保险吗？我当时以为大家在开玩笑，你知道吗？他说真的，老师小心为上。好，然后那个时候，我记得去带了那个第一个高关怀的班，一进去，每一个人都这样看我，甚至哦，我还觉得会看我还算不错，大部分人都这样子，十几位啊，哦。那我当时完全忘了主任跟我说的，不互动。一开始我就用热情想要感染他们，各位两只手借给我，抵到自己的肩膀，往上抬，哦耶！只有我一个人在哦耶，超北七的。可是我觉得没有关系，那我就呢，来，我们一开始先取个绰号，我的本名叫曾彦豪，但是我要叫自己哦耶，你们叫哦耶会给我很开心的感觉。来，每个人帮自己取个绰号，只要会快乐就好，不要太复杂就可以了，简单就好了。OK， 来，哪位同学想试试看？当时大家都不怎么理我，只有一位这样，那你就知道，只要搞定他。所有人应该就会听他的，因为那个人俗称老大。我就不管主任的提醒，我就走过去看着他，我就说，来取个绰号，我相信你，你说了大家都会跟着一起做，我再赋能给他。就他那时候就看着我想一想，干。哇，印象好深刻，那个干我当下吓一跳，然后我马上就哈哈哈，看来你不是很喜欢这个活动，没有关系啊，你想完再说好了哈。那来，那其他同学嘞啊，有没有已经想好的也都可以哈。结果呢，他就看着我说绰号，我说对，我们现在在取绰号啊，如果你已经取好了绰号的话，你就可以讲了。他就看着我干，哇，看来你真的不是很喜欢玩这个哈，没有关系，如果你好了再跟我们说好不好？哎，有没有下一位同学的？他又看着我绰号了，我说对。我们现在在取绰号，那你取好就跟我说一声，他就跟着旁边，哎，这狗会跳啊！结果呢，旁边的我说，他在说什么？他说我们老大说啊，他绰号要叫干。当时我一开始听到，我还搞不懂发生什么事，我就啊，这结果其他人就看着我，伟赛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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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说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很简单？哎，对，因为一开始我的规则是。叫你这个会快乐就好，然后呢，很简单，倒是真的蛮简单的。那我就看着那位老道说，那我以后叫你干，你会快乐吗？叫他说爽了，是这样是不是？那所有人骂你干，你就要回头，你搞不好再叫你又爽了。那我只能掌声欢迎干同学。哇，全班的气氛就变不一样了，因为呢，哎呦。这个第一个，他们就觉得既然有人愿意这个学生叫干是可以的。然后第二个呢，认真想想，他们蛮遵守规则的嘛，对不对哈？接下来呢，就有人老师我也去啊。我说那干之后还有谁呢？下一位就老师干可以是不是？我说可以的，随便随便了哈，我还在理你啊。我那时候深呼吸一口气。我是有警觉到这样下去不得了，可是他
一迟疑的时候，其他人就不会呀，不会呀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我就哦，哇，很简单的，一听就啊 ，OK 哈、啊。可是这位同学，如果叫你莉亚，你会开心吗？开心了，爽啊！叫我莉亚想起我妈可不可以啊？孝顺，孝顺，我说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你可以解释出来就可以了哈、啊。那个班才十几位，十几年前带的班，每一个人的样子我都记得，每一个人说话我都记得，因为每一个都是脏话。而且没有一个跟别人重复的，你知道吗？全班操你娘，机车击败啦，丢林罗摩啦，God damn shit， 全部都有，就这样子的。哇，真的，而且那堂课也是我到这学校的最后一堂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主任会巡堂，他会看看老师的安危。据主任当时说法事情是，他本来就想看看，哇，我会被学生欺负，结果还没找一下就听到，哎，竟然有笑声，心想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，哇，三步并不两步，然后到那门口一看，哇，他敢讲，哇，互动的非常好嘛，后来表情就越来越难看，因为整班就听到我在骂脏话，整班就哎干你你啊，表现非常好，机车机拍就是这样子的，他妈的你要说什么？整班我在骂脏话。就没有下一次的机会了。可是后来真的事隔多年了以后，我在网络上面大家越来越知道，就有一些以前教过的学生都会跟我联络。那个当那班就有人后来有跟我联络，好老师，我后来呢真的我考上大学，我说好棒哦，我还去选系学会会长，我说我很棒哎。然后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我想自己帮自己取一个新的绰号，结果嘞。我们同班的也有人考上这个学校，然后呢，有一次我在想说竞选的时候郑重介绍一下我自己的，结果他在下面就说超级掰啊，一个最超级掰啦，他说谢谢老师，当时那个活动这超级掰跟我到研究所，哇，改变了一生啊。那我只能回他，是你自己选的，很简单啊。那重点是我只关心你快不快乐，大家在叫你超级白的时候，你快不快乐？因为那也是我的学生问我，你当老师快不快乐？那我没有让我的学生可以在快乐当中学习，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。